来关注是东京奥运的特别报道。我们要来看到呢，在昨天拿下了奖牌，真的是太厉害了，恭喜恭喜，也加油。但是呢，包含了郭婧淳他们的夺牌路，原来都不是举重哦。好，为什么呢？我们就来看到郭婧淳好了，他其实呢是宜兰出生的，是阿美族的长女。他呢喜欢的是什么呢？其实他原本喜欢的是篮球跟田径。好，我们来看到他的训练的选手成长历程。其实他在国一的时候呢是练过举重一个月的时间，才练了一个月就全中运呢就到了第六名。那么国二的时候呢开始练的是脚力，脚力练多久呢？练了两个礼拜，结果呢他比赛就压倒了对手，真的是很厉害哦。还有国三的时候开始练跑步，跑步呢跑的是第一棒。所以呢国中时期的教练林尚瑜就说了，他说呢举重其实呢不是靠蛮力，他靠的是协调性，还有爆发力要很强。他就觉得郭婧淳真的是他的骄傲。好，除了郭婧淳之外呢，还有就是陈文慧。陈文慧呢其实他一开始也不是练举重，他这一次呢参加的是女子64公斤级的铜牌。一开始还以为说是第四名，昨天一开始呢以为说他是积分板看到第四名，是回头呢还要去收拾他的行李，然后准备哭着到后台要准备回家了。结果没想到后来看了显示牌才发现说，哎，他是拿下铜牌哦，好，真的是恭喜他。好，那我们看到呢，其实他的训练之路呢，一开始呢，他是在国二的时候接触到举重。原本呢，他练的是什么呢？他练的是铁饼跟标枪，还有练球。好，所以呢，这些选手他们不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就练举重的，他们也是经历过了其他不同的调试之后，那么最后才发现哦，举重是他们最拿手的项目。好，我们就来看到呢，被视为中华奥运夺金大热门的举重女神郭婧淳，昨天出战的女子59公斤举重的项目，真的是没让大家失望。那最终呢，是以抓举103公斤、挺举133公斤，总和236公斤的成绩，顺利夺下了金牌。同时，她也创下了奥运举重的三纪录，而这也是中华队这一届的奥运第一金。这回夺金也完成了她个人的金牌大满贯。台东老家乡们，大家都非常的开心，放鞭炮来庆祝。冬奥台湾第一金，郭婧淳台东老家放鞭炮庆祝，妈妈和亲友相拥，喜极而泣，狂贺女儿夺金。然后恭喜婧淳，然后实现她的满贯愿望，然后。谢谢大家对他的支持。会这么感动，因为郭婧淳一路走来并不容易。2014年亚运前的一次大伤，郭婧淳不慎遭杠铃压到，造成右大腿肌肉70%断裂，一度危及运动生涯。幸好郭婧淳毅力惊人，熬过漫长复健，一次又一次震撼世界，逆转人生，再战夺金。两度出战奥运都铩羽而归，却成了郭婧淳传奇之路的开端。他打遍天下无敌手，世大运、亚运、世锦赛，郭婧淳都如愿封后，更是抓举、挺举和总和的世界纪录保持人。东京奥运一举摘金，完成金牌大满贯，郭婧淳挥别伤势，从谷底爬起，站上世界之巅，台湾以你为荣。记者综合报道。好，昨天有没有人是守在电视前面，或者守在手机前面看着转播，看着他夺金那一刻的？有的加一加一，好吗？好，看到郭婧淳呢，在东京奥运女子举重拿下了金牌。那么在台湾，好多人都守在电视前面来观战，包含了身为是全民女神的贾永杰，也是在电视机前面看着郭婧淳夺下金牌，这一刻真的是感动喷泪。他直接就，太轻松了吧！太屌了，太屌了！也太轻松，加油！他太轻松了吧？他太厉害了，直接看到台湾有多厉害，耶！神力女超人！哦，真的是神力女超人，台湾奥运举重选手郭婧淳为台湾摘下了首面的金牌。但是呢，来看到这张照片，谁是谁呢？好，有的是郭婧淳，有的是这个擅访模仿艺人的吴尊。吴尊呢，他居然在脸书上发出了这几张的照片，拍片
拍照片来向郭婧淳致敬。好，他分享的四宫格的这个对比照，不管是微笑的角度或者是表情神韵，看起来都模仿的相当的到位。好，当然呢，分辨得出来吗？这真的郭婧淳，这当然就是吴尊啦。好，但是呢，吴尊说其实他早就拍好这一组的照片，他不是没有先发，因为他怕说先发了这组照片之后，郭婧淳看到可能会怕影响到他比赛的心情。但是呢，有网友看到这组照片之后说，哎，吴尊，你难道不怕被郭婧淳举起来吗？把人家模仿成这个样子，好歹人家也是一个漂亮宝贝哈。好，我看到呢，我国64公斤级的举重代表陈文慧也是用黑马之姿在冬奥夺下了铜牌。在赛后的访问上呢，他透露说，其实在比赛当下结束，他以为说他自己是第四名了，而且他是一边哭一边收拾东西，没想到后来结果逆转，他喜极而泣。而远在台湾的妈妈说，用全力来支持陈文慧，帮他加油打气。昨天就有跟他讲说，你心情怎么样啊？他就是说，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第四名，然后回一到后台就爆哭，后来才知道他是第三名，他又喜极而泣，因为其实他对自己的那个企图心很强，可是他是一个很保守的选手，然后就是他没有拿到东西他都不讲的，他怎么不会说我要怎么样，他都不说，他就说对，他不要说到时候万一没有事就很尴尬。对对对，他的这个小孩的个性这样，其实这个孩子真的也是很孝顺。对啊，那他从小也很爱吃巧克力。为什么？因为我怀他的时候吃了蛮多巧克力的，所以他喜欢吃勾地法巧克力，每次出国一定带勾地法。对，巧克力。对啊，那文慧其实他这一次他是一个黑马姿态出现了，因为其实讲实在，你一个台湾选手，如果你今天没有夺牌，是没有人看到你的。那这一次也是我们也是沾他的光。然后他这一次的话也是第一次去奥运，其实能有这个成绩已经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非常高兴。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会更精进，他这一次在这国际舞台上可以享受这么棒的那种一个最高运动员的他的最高的荣耀，真的是很不容易。虽然他说妈妈，可是这次没有观众，我说没关系，妈妈，我们家人就是你们的观众，对，我们不需要其他人，我们家人就是你最大支持，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就是用就是满满的爱去关注他，去 take 他。当下的心情是还蛮兴奋的，有点不可思议，就像不敢相信这一切已经发生了这样。因为我对，因为婷举的表现其实没有就是没有预期的好，所以就是对自己的表现其实不太满意，然后也因为抓举的时候我结束的时候我有看到板子好像是在第四，然后就是蛮难过的，主要是第一个难过点是对自己的表现蛮失常感到难过这样，然后就觉得奥运会初体验第四手就是做手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这样，所以就是没有想太多，就是有点小小的情绪释放。那后来知道自己第三之后呢？不敢相信啊，然后就抱着这儿哭。哦，举重有没有可能再拿下一面奖牌呢？冬运女子的这个举重49公斤级的项目呢，我国好手方婉玲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但是跟夺牌擦身而过。不过现在呢，有外国媒体报道可能会递补铜牌，为什么呢？因为夺下金牌的大陆选手侯智慧，因为药检异常遭留东京再次的检测。如果金牌的侯智慧药检异常的话，那么方婉玲她将有望递补铜牌。而对此呢，方婉玲她说，这一切都是透过媒体报道得知，一切的结果呢，还是要等奥委会的公布为准。因为他现在这个都只是，外国媒体有透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但其实他现在的结果跟消息其实都还不确定，也不知道大家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得知这个消息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先。就是等他在那个大会或者奥会公布整个结果，才可以判定。那你自己的想法，大家有没有说希望，就是说
可以为国争光还是怎么样？这部分？如果能够递补上去，当然是很开心。但是，语言那一块，其实我不太清楚嘛。哦。所以现在就是一样，都是先等那个嘛，吼，等那边奥会那边公布状况这样子。对。Hello， 接下来要欢迎秀秀告诉大家好消息啊！狂贺狂贺！就在今天一大早，我们的世界球后戴资颖又赢了，哈，大发威，真的是超威的。他这一回呢，今天告诉大家，其实包括了G28号，今天是羽球单打预赛的最终日，也就是最后一天哦。好，这个我们的世界球后戴资颖呢，一大早就登场，他原本还很担心会有很多人爬不起来来帮他加油，结果一大堆网友都爬起来盖楼帮他加油打气。好，这回早上呢，他面对的对手是谁？他对手也非常强劲，是面对世界排名第41的法国籍中国裔球员齐雪飞。不过呢，当然我们的世界球后真的是超强，他们两个呢实力档次完全不在同一个层级哦。他呢打得又轻松又写意哦。好，齐雪飞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好还面露厌世的表情，最终真的超狂哦。你来看看呢，他是直落二，21-10，还有21-13。击败了对手，而且轻轻松松只花了25分钟，火速速杀碾压对手，真的超级棒！一台恭喜刷起来，刷给小戴又赢了。好，没有错，这回呢赢了之后呢，他的这个策略跟大家来分析解析一下，为什么他这么强？其实呢，羽球哦，它的反拍非常强，而且它的假动作也非常厉害。拍法攻略呢，它有实打虚攻。你以为它打前面，其实它球发到后面；你以为它打左边，结果它最后球打了右边。好，往前小球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之一。同时，它的腹肌有人鱼线，美的冒泡哦，非常厉害，身形又非常灵活，左右前后满场跑，所以常常呢，这个吊攻对手连这个捡他的球都来不及了。好，这回的战果也是非常的狂，三战全胜哦，已经拿的是小组第一，直接晋级8强，继续往前来攻。好，刷新的记录，包含了这回追平了台湾史上最佳羽球女单奥运的成绩，也刷新了自己呢3度征战奥运个人最佳成绩。好，这回呢，这样跟这么厉害的对手交手，但是他完全高于对手一个级别，双方实力有一大段的差距，真是赢得非常的轻松。好，戴爸爸赛后也表示说，8强的选手才是主要的目标，希望戴资颖能够多熟悉更多的这样的风向。好，戴资颖呢，阿妈也在赛后很满意今天孙颖的表现，先带您来看看。小组赛最后一场嘛，哈。啊，今天去主要俺嘛是拢一直咧想办法，把这个场地、甲风向吼，可以甲个了甲个试看卖啊，吼啊！因为俺即马后壁的对手就是8强，这是俺主要的对手。比赛人拢同款，不过8强即马就爱看迄边是迄个印尼的东中，还是伊瑟农诶对调案嘛，吼！啊，其实即个对手拢同款的对手。啊，你迄个一般的比赛已经拢对足侪摆啊，啊，按即加拍一场，算讲小组赛按分离迄个3场的车较有利啊，所以就按多熟悉场地的风向，对8强按嘿，嘛是去加油啊，嘿啊，安尼啊全力以赴。啊，你给他今天打几分啊？今天你。这看较袂出来，无法都拍分数啦。以前拢，前2次奥运都是在16强嘛，啊，这次因为小组赛是李四角形啊打3场，所以16强就轮空，直接就到8强。这三个拢较袂紧张，这三个在拍较滚。阿顺吼，你感觉伊实力有倒来啦吼？哦，伊那在拍迄个我足惊到拢气袂出来。戴淑颖，加油加油！看完了最强的羽球的戴资颖，你看我们刚刚呢偷偷的工作空档的去打了一下羽毛球，所以一身劲装。我们特别感谢了艾迪达的赞助，我们一身的这个服装啊，这非常透气，而且呢非常吸汗，穿起来非常凉爽。感谢艾迪达。当然了，看完了羽球呢最强的戴资颖之后呢，哎呀，很可惜哦，讲到这个庄智渊哦，连我准备老把赛了，你知道吗？
我们来回想一下昨天的庄智渊呢，他可能是生涯的最后一个国际赛事的战场哦。对决比他高了20几公分、190几公分的埃及的选手呢，他是力战7局，首先第一局就输了，第二局扳回来，接下来后面又连下2城，追成了3-3，最后倒数关键的第七局呢是4分的惜败。庄智渊，难道你的国际赛事？或是奥运真的是夺牌无望吗？我们知道最可惜的是呢，庄智渊呢，他在2012年的时候呢，当时雅典奥运呢是最靠近奖牌的时候，那时候呢拼到了铜牌战，但最后也是惜败，所以庄智渊呢很可惜没有拿到奥运的任何奖牌。但在2013年的时候，他最巅峰的时候呢，就拿下了世锦赛的男双的金牌。但是庄智渊他可以说呢是整个台湾呢桌球界里面的一个孤鸟。他一开始的时候呢，7、8岁的时候呢，开始打了这个桌球。接着呢，年轻时候呢，他强调他不拿国家的营养金，因为他觉得拿人手短哦。但是之后到了2004年呢，他是以快打旋风式的来扬威于这个桌球的这个铁的坛上面呢。在2008年的时候，北京奥运也是铩羽而归。再来2012年的时候，是最靠近铜牌的时候。再到了2016年，以及到了2021年的时候呢，要来挑战东京奥运。这边很可惜的是呢，在2018年的时候，告诉你哦，庄智渊那时候人生的第一次为人父。2018年的9月10号，那时候呢，庄智渊他的行事历上面写的是巴拉圭，而不是他的儿子出世哎，因为他当时为了抢积分，就是为了抢了这个2020的东京奥运的积分。但是很可惜呢，是呢，在2019年的时候呢，又发生了所谓的亚运门事件了，这个是亚锦赛事件，他被迫呢参加亚锦赛，但是庄智渊说亚锦赛等级比较低，他呢不参赛就是为了求在东京奥运呢能够有更好的种子的一个排名。但是呢，当时他愤而退出了国家队，最后被挽留下来。但是他参加亚锦赛之后呢，也间接影响到了他这一次呢东京奥运呢他的种子的排名，所以最后。他虽然说前面两站呢都是非常顺利的过关，但是呢，在昨天的时候呢，对决到了这个身高高的190几公分的埃及选手，最后呢是惜败，输了4分。庄智渊呢，他这个30几年来的这个桌球经验呢，可以说是孤鸟。而且你看，很特别的是呢，这一次在奥运里面的桌球只能够带3名的教练，庄智渊他就没有带他的启蒙教练妈妈来，而且大家都是贴一些照片的比赛，但是庄智渊呢，他就贴出了。就这个可爱的儿子呢，看着电视声援爸爸的照片，而且还贴了狗狗的照片。这是庄智渊跟其他的桌球的选手在所谓的台湾桌球界的江湖里面呢，更加格外不同的地方。庄智渊现在接下来已经40岁了，最后如果说呢，他还有办法在3年之后呢，再度挑战奥运吗？相信呢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呢，我们知道是庄智渊他的球风呢。他结合了在92年、93年呢去中国大陆练习的亚洲的快速回拍的打法，再来呢99年去了德国来练习欧洲人的最强劲的所谓的旋转球的打法，而且加上了庄智渊本来就很强的反拍的这个抽击反拍的杀球，这次也猛攻了埃及选手呢他的反拍端，但没想到对方又高又大，身体又壮，就连是庄智渊哦，他的右手。比他的左手呢壮了1.5倍，没想到呢还是打不过这个埃及选手，最后呢力战的这个7局，最后4分的惜败。但我个人真的非常希望，如果有机会，庄智渊他就缺了这块奥运的奖牌。如果说体力还可以，按照他每天练习2000球，而且一天呢像这样子的艾迪达的这个衣服呢要换8到10件以上的话呢，如果说庄智渊再继续体力继续练习。搞不好3年之后还可以卷土重来，我们也期待庄智渊继续在奥运上面一起为台湾来争光，大家说好不好啊？把镜头再交给彭内。阿爸爸，你刚刚考几分啊？没啦，阿爸拍我这是偌济，有会啊，哼啊，阿姨放下都有认真在练，安尼啊，都行到都算到都安尼啊。问题足骨力咧。对啊，本来放下足骨力啦，我目睭前有在看。阿姨，咱家己一个人安尼。球迷拢赞伊鏖战到第七局安尼，被精神感动啊！你感觉安怎？无啦，无啦，无安尼啦。啊，这个奈无球风飞过啊！啊，伊教练都一个尔。安尼啊。系啊。啊，即马，伊怎讲靠电话等来？拢伊妈妈。拢伊妈妈接的。嘿。以前细汉到今，那是澳洲比赛拢电话。三更半夜拢拿去食。哦，啊，你拢无甲伊讲过话。啊，你拢无甲伊讲过话。
可以看到庄智渊呢，他的父亲呢非常的低调，因为庄智渊呢这三十几年来的桌球算是一个孤鸟吗？但是呢，知名的导演他的强调，他不是台湾桌球界的孤鸟，而是一个侠客，而且全台湾呢可能都欠他一个道歉。我们来看一下。庄智渊他才不是孤星的真正的侠者，而且他看到的是所谓的最后的大师的风范。大家非常感谢的是呢，他带给台湾的桌球的一个美好的年代。当时2012年最靠近奥运，虽然说只拿下了殿军第四名，但也是台湾桌球男单里面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了。到2013年更是拿下了男双的所谓的世界锦标赛的金牌。但是告诉你哦，他过去呢，庄智渊呢，他过去年轻时候是不拿国家的营养金的，因为觉得拿人手短。再来看到的是呢，我们看到了庄智渊最重要的是呢，他这种努力奋战，就算是所谓的一脚踏入了江湖呢，面对到很多现实层面，包含了最有名的2019年所谓的亚锦门、亚运门被迫打球赛，而且还一度的退出了国家队，最后是被劝说之下回来了。庄智渊这三十几年来的桌球经验呢，可以说的是满布的江湖的险恶哦。刚刚爸爸也非常低调，而导演也为他抱不平，所以说认为我们现在真的是欠庄智渊一个道歉。但是他已经40岁了，未来还能够征战江湖吗？就要看他有未来的训练。但我个人是非常希望，未来不管是世界锦标赛、亚锦赛，或者是呢我们的奥运，3年之后，我们也希望继续看到庄智渊继续为台湾争光。把镜头再转给淑芬。英雄和全球最顶尖运动员都来了，淋漓尽致，激励人心，拼战到底。2021东京奥运最精彩，中华队加油！请锁定中天各节整点新闻奥运特报，以及每天晚上8:21奥运最精彩直播。